三十一起是很多有，我们现在就是一定是要求三十一起的时候，包括学的时候都要从一开始站立的角度就三十一起，就不可能分开去站，否则你就无法纵观，无法入群。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春节的时候念《法华经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经历。一开始学《法华经》，很经典的一个大的批注，一下子从一佛前面，没有那么多人就直接就把它站在那个一佛前面教去学习，然后普世所有的佛教门，然后村里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。我们已经没有那样子守住时空，因为火上走。如果是真的有些说修行人，其实就像比如说，你们有时候如果是其实学一部《法华经》，修一个耳根圆通已经足够了。说句老实话，真的。但是其他经典了解一下，修一个法门一直修下去，然后去但法华经要看，而且三乘一体的对你们对见地方面的指导很有帮助的。楞严、圆觉这些翻一下，楞严、圆觉经这些翻一下，在次第上会有一些看起，在修正的过程中就需要。我说那我们脉轮那个不用开脉轮。跟圆通就得开脉轮。否则你圆通不了，我告诉你。啊，对啊。这个是基础。其实开脉轮是个前行，就是个加行。啊。其实你开脉轮是一个准备工作。啊。开脉轮、吃素、禁欲，这是清心寡欲，这是个准备。耳根圆通的准备，没有这个你不可能开耳根修好。耳根圆通要准备很多东西，就是说一个法门没有不扎心的东西。比如说前期的净化，气脉的净化一定要很净化，然后清有一点定力，你才能迅速的进入，容易出问题。如果气脉净化不够，你把一年死在这儿，你死不了，死。那个气是上来的，知道吗？要先净化气脉，一定要先净化发心，发菩提以后，四地里面慢慢会有。比如说我们积善行修功德，因为你们在白族计划，所以没有强调菩提心的重要，就要一般世俗他就要发心，发心很重要的，发心发愿，首先要发愿，我们发出一些大愿来，就是十几个愿啊，然后呢发心，先发菩提心，我要为了利益众生而求取佛果，那你是最高，你是来干什么的？你是要求取佛果，那为了利益众生，这是正常的发心。然后呢，去发愿，然后下面就是净化气脉，一系列的净化气脉，净化完再修耳根圆，就是前边这都是加心的，都是准备工作，然后才开始修法。前边最少的加心，最少的做49天左右，你才能开始修真正的修法。当然说这个是普遍性的一个传法，比如说，比如明天你单独的带一个弟子，你根据他的根器直接就教授就行了，所以。因为就是说你们在就是说在老师身边的，就是说在修的过程出现任何问题都能马上帮你解决。那你要是另外如果是说在外面修，没有老师在旁边清理你排出来的东西的话，你就要前面的准备工作要做到很充分，否则会出偏的。所以在身边就会清理肠啊，随时清理啊，或者有一些病啊小毛病出来了就提示一下啊，这些都很有帮助。有时候就是。慢慢修正了解，你正到第一步，第二步一说就了解。你第一步正不到，第二步说就叫耳根要封，你只是揣度，好像是那样的感觉。当你正得第一步的时候，你坐在那儿一说第二步，你似乎已经正了。你一说你就已经得了，就是就觉得就是越往后越容易了，越往后越容易。
一锁马上就震了，马上就震了，只要你跟不住那个震量，你还得回去反复的复习，但是马上你就觉得得了那种，然后回去休息了很容易，对，只要你安住在这得的状态里面就 OK 了。但是就像觉与所觉空这个其实很简单的，这话并不难懂。你觉得那个跟你所觉得那个能所双亡吗？两个都空了，是些空性，是些空相。但是因为你在乱动的时候，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。但是你有一点定力，在那个基础上返回头来去寻找这个觉者的时候，觉者就不存在，就是些了空相。你反而能自信吗？一反过头来，当你觉得听闻到的东西是错觉的时候。是因为你分别，所以你觉得你跟着跑晃动的时候，那么回来寻找这个听闻的东西，究竟谁在听闻？那么闻性啊，听回来寻找闻性的时候，你是找不到。闻性是不灭的，既然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恒常不变的，闻性是不灭的，你也知道。你即使睡着了，他你叫他，他也能听到。这就是我们《楞严经》里边讲，《楞严经》里边。啊，闻性会睡觉的，连觉都不会睡，是不是？闻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恒常的。但这个恒常的东西在哪里？它不是一道光，也不是一个能量团，什么都不是。你翻回头找这个恒常不生不灭的闻性的时候，你是找不到的。如果找不到，你刹那之间你会觉得这会就实现了一个空相出来。但这个空相似乎也不是虚空，因为虚空是个空相。但是空性不是虚空，那么你会觉得有一个色空不二的东西在这，又有又没有的东西，就是叫可能叫个名字就叫无性，你会返回头来寻找这个东西。当你已经证到一点定力的时候，再回来，然后你会安住在那种不分别的状态。那个无性，虽然你找不到，但你知道哦，它就是不生灭，但是不分别的那个东西。然后你会安住在那个不分别的那个状态，那就是闻性的实性。你会马上就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。你虽然没有具体的位置，但是你他不知道在哪，你虽然不知道，但是你会很安定的放在那个位置上。你也不知道放在哪了，但是你会心会安下来放在那个位置上。然后再去旁观所闻的东西，就对你呈现出了梦幻泡。就是他就对你呈现出了梦中的感觉，因为这边空，这边实现了空相，所以这边就实现了梦幻泡影。这边不空，这边是实现不出梦幻。哎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已经从菩萨道起修了，就是真正的从大乘经典开始起修了。大乘经一开始观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金刚经，啊，那个时候你就能听懂金刚经了，说观一切哦。你说我在那种状态里边，那个一切就是在做梦，一切就是梦里边，因为你进入了那种状态，金刚经你马上就能读，然后你不分别，然后它就觉与所觉空了，就是梦幻一样的，像梦幻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实现了空相，这就是已经修第二步。反而能自信吗？其实很多有些其实次第是修完了给你编出来的。有的人直接从第一步就直接 OK 了，没有说一定要说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，这就要打太极就。没，不是打太极，一二三四五那样子的，不是那样子的。修正不是那样子的，尤其对于就像有些你们是修正过的，有的修正第一步直接跨到后边去，根本就没有中间的过渡。有的修过禅的直接就明心见性，直接通过第一步就达到明，直接一开始就定静状态，马上明心见性。有的就回忆起了以前自己的很多东西，然后就有自己的修法，他用他的方法来修很多的都有可能。一旦明心见性了，你真心。
所以在未圆通以前，我们很可能是已经戒心了，就是六根的圆通是要转化一种生理机能的，要转化六根互用啊，这是神通了。但是首先要戒心，在中间的这个过程中已经戒心了。戒心以后继续往下修，什么时候修到说神经系统全部转化完了，六根有互用了，神通就出来了。自然的。然后呢，他通过耳根圆通，他有一个什么？虽然是直接从一个法门修，这个法门好就好在，他是什么？他虽然没有成佛，耳根圆通也没有成佛，他没有正等正觉的佛果，但是他已经与佛同一法力。那就是你们看《楞严经》里边的，说，到十方圆明的时候，修到十方圆明的时候，就是得到了与佛同一两种殊胜嘛，获得与佛两种殊胜，就是观世音当时并没有成佛，但是他获得了跟佛同等的法力，两种殊胜，上和什么佛的心，下和众生的悲啊，大慈大悲就这些，只有佛才能具备这种能力，他已经具备，他没成佛。而且同时，佛有八十相，八十随行，相好，他有三十二应身，这都是佛的，就是他没有到佛的佛位，但是呢，他已经获得了佛的这种能力，就这个耳根圆通的法门非常殊胜。是已经成佛了是吗？成道是指已经成佛了还是已经开悟了？现在很多说法，有的经典里边是不是指成正等正觉的佛果，有的就是因为每个经里边是看上下文的，你看上下文的意思，因为他这个说法只是中国道教也这样说成道啊，中国人才会说把就是获得真理就当成成道而修道成道，但是有时候是不是成了正等正觉的佛，中国道教它还是有时候会有差距，但有时候佛经翻译过来也把它当教成，有时候有的翻译是教，有的就不是。那我们一般指的都是成佛的是吧？我们一般指的是成正等正觉的佛果，就是圆满的佛果，正果。其实佛也是相对于我们来设立的一个名号，是吧？因为有个佛在那，我们众生永远了不了。所以佛只是个名号而已，并没有一个恒住不变的、不生不灭的佛在伴着我们。佛是相对于众生借力的一个名字。当众生不消消失的，当你的众生心消失的时候，你的妄想消失的时候，佛也消失了。因为每个人都是佛，但是正德又不一样。当正德呢，大家说他有神通，他有法力，他有更多的善巧方便。因为正德佛性，当你说众生心消失的时候，你就是你叫佛，但佛只是一个名号，你叫什么都可以。只是说你那个心消失了，然后你叫一个，那个时候你叫猫狗都不可以啊。但是你证得以后呢，你有更多的善巧方便普度众生，如此而已。是众生，你的妄念不停的话，你总是有一个，你一开始还是有一个自信在那儿，你总是要假设一个佛或者自信在那儿，你在修这个自信，这是一个假设，你要就是以二元对立，就是说你以这个假设来修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就是说次第，所有的次第也是因为迷跟觉，这是法圆觉经里面的，你的所有次第来自于你觉跟你迷的时候有次第，觉的时候哪有次第，迷的时候才有修正的次第，你在梦里面做梦还有次第啊，还有我第一步梦了啥，第二步又梦啥，第三步梦了啥，是不是
解脱也没有次第。梦里边解脱，你说我先梦里边我先解脱了这边的梦，再解脱那边的梦，没有什么次第，也没有什么解脱。醒来是没有次第的，觉的时候迷的时候次第法门通通出现了。嗯，迷的这个深和浅的问题啊。也有这样说，也可以。当我迷的时候，怎么说都对，重啊轻啊，因为迷的时候我们怎么说也对啊，有比较了嘛。迷的时候大家都比来比去，你黑我比你黑黑，你白我比你白点啊，这个都是对的，不是说错的啊。我就迷的比你厉害啊，你看我就没开悟，你开悟啦，什么啊，这些都可以说。醒来的时候大家也不吱声，也差不多。起来的时候都各说各说自家梦呗，各说各的梦。我梦到啥了？你梦到啥了？我那会儿梦的，我梦比你长吗？是吧？我做的梦比你长。你那个梦算啥呢？你这做了两年，我做了十年了，你们都比了，不然比什么？十年多，十年的梦也挺厉害的，能写一部小说。做的短的话没得写，没素材。